的各位观众，为了让大一新鲜人快速融入校园，为期四天的东吴第一礼火热开跑了。而今天是最重要的入学典礼，记者目前位于传贤堂内，现场座无虚席，而典礼也马上就要开始。签订了大学的 AI， 就是大学的人工智慧联盟，那东吴大学是其中的一个。我被砸到啊，被砸到脸，是还好，蛮好玩的。全部网络看起来很壮观，对啊，有特色，就是第一次看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校训带给大家，应该大家也会蛮牢记。推十颗大球的桥段总是能让典礼的氛围嗨到最高点，但是你知道吗？刚刚记者在拍摄的时候就有被大球砸到过两次哦。那究竟印有校训的大球重量有多重呢？记者带您实测看看。记者刚刚实测完，一颗大球的重量大约是 1.2 公斤，所以被大球砸到可能还是有点痛的哦。欢迎来到我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今年第一的主题呢是热血音乐季，那我们就是想要带给新生，就是他们刚进来那种热血跟青春的感觉，就像音乐季一样。经过了这两天的活动，相信大一新生们都能更加迅速的融入东吴这个大家庭。以上是校园记者李彩婷、林奕晨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把镜头交给令杰。是的，彩婷，各位观众，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综合大学的传贤堂。你知道东吴大学有哪些社团可以参加吗？社团这些即将热血登场，现场将近900个名额更是早在活动开始之前就一扫而空，赶快我们来透过镜头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吧。就是哪一个社团吗？五言吗？那为什么？就是很精彩、啊。我之前是热舞社，所以我就对跳会比较有兴趣。就他们表演就很看起来很厉害，就很想加，挺想加的。吉他社吧，觉得他们就是唱得很好听，然后吉他也弹得很好。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你的社团在精湛的表演背后呢，想必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辛酸跟血泪。接下来就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直击海舞社的排演现场 ，Go！从讨论到完成整趟表演，大概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最辛苦的地方应该是就是，因为我们都不是北，就是大部分都不是北部人，所以要约时间本来就很难，所以我们大概练习时间大概总共算起来只有两个礼拜。在看完了一系列的社团表演之后呢，小梅哥、小大一们对于自己未来想要参加怎样的社团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与了解，希望大家未来四年都可以参加到自己喜欢的社团，并且在社团里面大放异彩。以上是校园记者汪林杰、赖胜文、温秀瑶的现场报道，接下来将镜头交给新宇。是的，令杰，各位观众，今天记者位于体育馆内，从画面中就可以猜出最令人期待的班级竞赛即将开跑，大爱新生们都为了班级荣誉大力的奔跑着，现在透过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的感觉，我们落后还是追上了。对，我们一开始只有一名，然后我们倒车战，我们发挥我们的智慧。我们刚认识才四天而已，然后这样就可以团队合作，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当然，不只有体育馆内的竞赛，大一新生们还要在短短几天时间准备创意十足的动感表演。现在专属于大一们的舞蹈大赛正在火热热的进行中。
觉得就是我们班的气氛就是蛮比较活跃啊，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很快熟，女生也是。大学时候一开始就可以完成一场这么就是算小型表演，这还蛮有成就感的啦，蛮好玩的。为期4天的第一礼即将结束，相信新生们彼此的感情与默契都更加的浓厚。第一礼作为一个起点，开启大学的闪亮之旅。在此也特别感谢第一礼所有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以上是校园记者许欣瑜、白佩杰、林真瑜、林彩缇的连线报道。